我们必须清醒，中国真正的强大不是在亚马逊的网站上，不是在网红打卡上，而应该在美国德国的实验室里面。但是在中国的实验室里面，开发实验室里面，所有的仪器不是日本就是德国，要不瑞士，要不美国。中国医院里用的 CT 机没有一个是中国的，全部是外国的。仪器仪表 95% 以上是引进的。我说高科技，你说你高科技，仪器仪表如果美国的限制进口，你怎么衡量你的高科技？